学你叫咩名字啊？同埋你喺今日参加咗咩项目呢？大家好，我系二 B 班嘅罗俊乐，我参加咗铁饼，我喺铁饼里面呢个冠军。我嘅感受系，其实我都有啲惊讶嘅，因为我只系报咗一个项目，其实都系获罪无悔咯，我觉得。同学，你叫咩名字？同埋你今年攞咗啲咩奖啊？我叫三 B 班嘅廖云乐，今年我攞咗800米嘅冠军。我觉得今年陆运会都比较唔幸运，落咗好多嘅雨，好多项目都 delay 咗同埋取消咗，搞到好多项目都玩唔到啦，少咗好多金牌。身边有六 A 韩晓欣同埋六 B 陈思曼，而佢哋系大家好，我哋系最强拍档。咁你哋参加咗咩项目，攞咗啲咩奖呢？我哋喺射制入面4×1同4×4都拎到冠军啊！我哋琴日跑嘅4×400咧，其实真系好多感受啦，因为琴日系劲大雨啦，跟住我哋喺呢个雨中跑步都。虽然真的很冻，但是真的很爽，因为我们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和其他社的社员，不过大家都很努力，我们真的超级开心，因为我想今次陆运会都是我们两个最后一次合作去跑接力。我知道你今年是第一年参加我们学校的陆运会，你觉得我们同学仔和整个气氛怎样呢？我觉得气氛都很好，因为其实今年的陆运会是比较多雨的，但是他们都是很落力跑，和叫口号都是很落力，就是令到这个士气希望不要这么低落，一直都保持一种很澎湃，一种很热情的精神去迎战这个不同的赛事。王 Sir， 我都知道今年的天气即系不似预期啦，都落了很多雨。咁你喺呢两日都做了啲乜嘢对策去解决问题呢？其实咧，我哋喺星期六咧就已经同唔同嘅老师咧，大家都有商量过雨天嗰个对策系点啦。咁咧就虽然我哋都好想举办晒所有嘅比赛俾同学参加，咁但系我哋都碍于教育局又有指引啦，我哋亦都场地都要因应实际情况咧。咁我哋都做啲調整嘅，咁好彩啦！我哋琴日咧，其實大部分嘅比賽都完成得到嘅，咁但係去到第二日就真係冇辦法啦，因為始終又有雷暴警告啦，場地亦都個狀況比琴日再差啲，咁所以我哋就今日咧就臨時都做咗調動，不過我哋都希望咧可以保留到一啲咧團體嘅比賽，所以咧接力比賽我哋希望咧
可以繼續進行啦，咁就係個人就冇辦法啦，咁所以就都好多謝同學啦，好合作，咁喺看台咧亦都好秩序啦，咁亦都好多社嘅導師都好幫手啦，咁就安排咗喺看台嘅活動，想同學咧喺比唔到體育比賽之外咧，佢都有一啲另外嘅活動可以喺看台參與，咁我覺得都好好嘅呢個經驗。同學咧會喺唔同嘅地方入邊咧都知道咧，哦原來運動會除咗係一個運動比賽嘅日子之外咧，佢都會喺社入邊咧有一啲凝聚力嘅機會都會出現到，咁我覺得今年個經驗都好好嘅。